把你家垃圾桶里的音箱捡回来吧，有它就可以把你的音箱变成蓝牙的。对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棒，可以插在车上，插在各种设备上，可以暂停，可以快进，可以下一曲。音箱的 3.5 插口也可以插在它上面，手机蓝牙连接就能够听歌了。